身在上海，八岁到台湾，那个时候就回不来了。对我来讲呢，上海是我的家乡，这是我的故乡了。台湾也是第二的家乡，因为两岸之间的交流不像过去那样的顺畅，但是多多少少也来了一些台湾的小朋友，那么让他们看看大陆，了解看到的要比听到的要更真实，所以听到的可能大家传来传去，但是自己小朋友来看到了上海，了解上海的发展，台北相比他们自己心里都会有一个清楚的答案，我想这才是大家交流的用意。